酸菜炖的小肘子，再来吃。猫，嗯。它是这样的，万物皆可达系列，这今天这个是花菜，好吃吧？嗯，这花菜带一点甜味，对呀、啊，就本身自己自身的那种甜味，跟那个南瓜一样。嗯嗯，这个红枣的这个脆枣粉，19.9发10包的这个，那你烧好料。嗯，好的，我配合你，我来倒。你说我的，说我眼子不好。你说我现在听我的眼子，看我的眼子好不好？看这个，它这个烧烤料和这个脆炸粉是一个牌子的。这厂家出的。嗯嗯，那你烧烤料更香，是吧？嗯，我就是说这个烧烤料我昨天吃了，嗯，好吃。这个真心可以试一下。把我现在也成吃那个吃货。
好像这不沾油哈，这个花菜放进去了。嗯，吃了显得不油腻，没有茄盒那么吸油。对呀、啊，茄盒就是吸油，吃了看看有点腻。嗯。我也忍不住。哎，炸南瓜呀，炸这个菜花，多好吃！还有炸茄盒，什么都能炸，金针菇、香菇，只要你想吃，嗯，很勤快。这春节马上到了嘛，嗯，可以，你好多粉丝说叫他们，嗯，囤一些货啊。那春节马上要到了嘛，家里多少都会炸一些像这样的东西吃的。平常是没时间忙，没时间做。春节放假了，可以在家里没事。炸一碗，嗯，自己不想做，回家让妈妈炸。好吃，好吃。再配上等一下的那个烧烤料，你试一下。我妈平常时都不怎么吃油炸东西的，今天也是不停的在吃这个。吃茄子那感觉到好吸油，茄子啊，对呀、啊，茄子最吸油了嘛。对，当时好多油太多了，吸油。嗯，这不吸油啊，这是吧？嗯。甜的南瓜我觉得也好吃。嗯，长肉贝贝的南瓜也特别好吃。你喜欢吃炸的，可以都尝试一下嘛，是吧？嗯。想吃什么就炸什么，都尝试一下。把这个胡子给干、嗯，这个留给你吧。你吃，我不要了。嗯，我还吃其他的。烧烤料太好吃了。嗯，不是两个吗？我也来一点。嗯，挂。这个吃起来一点都不腻，而且它本身这个菜自带的那种清甜的味道。嗯，留给你，又香又脆，嗯，外焦。